冲了，这里不用有了。哎、欸，玉德，你大黑我炸了，你有百米跨栏都要下跪的话，好鬼新的鬼，好鬼新的鬼，结果过来的破街。没有嘞，它里面没有栅栏嘞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先冲到那里去，先让他核对身份证。要开门了，要开门了。好，跟各位哈雷骑士伙伴报告一件事情，等一下入口处的地方，我们会需要辨识你们的入场的手环或者是桌卡 ，OK 吗 ？OK。准备好你们的桌卡或桌卡牌或者是手环，这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确认，拜托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。在中间，前面。椅子。是站着，那你不在坐呀？站很久了。对，因为拿椅子。我一样。拿多少个冰条？负责50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升旗仪式结束后，我们再做公餐。但是现场的饮料、啤酒，大家可以先做使用。我的右手边，就有红色的塑胶椅啊，可以自行取用，以及啤酒、饮料部分。我们的餐点，我们简单的餐点，请务必等到我们升旗仪式结束后，我们再做开放。谢谢。两行的香的，耶！
现场的各位伙伴，再跟大家做一次报告。我们的右手边有红色的塑胶椅，大家可以先做拿取。那我们也是有啤酒饮料，大家可以先享用。我们今天晚上简单的餐饮的部分，请务必等到我们休息室结束后再公布大家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在现场等待的，其实我慢慢跟你做个报告。我们今年的板豆芽有一个特别的惊喜，特别的惊喜，我们有一个沙卡，我们很快准备要送出一台阿雷，送出一台阿雷。所以现在有时间的，可以先打开你的手机，下载沙卡网这个 APP。沙卡网这个 APP， 我们今天晚上会有 iPhone 十一的一元竞标。明天啊，用标的哦，一元竞标。如果你希望有一块、5块、10块或者是100块，不送出来，还有再送出来。现在有空的时间，打开你的手机，先下载沙卡网的 APP， 谢谢。不啦，足多。所以咱们先往后嘞。欢迎大家哦！
都知道，其实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仪式开始之前。